我是感觉伊表演啊袂歹啊，袂歹哦。你有看过表演啊？是啊。哎，三宝，啊，就你介跳迄场钢管啊，迄场吼就是二兄结婚，所以看过你表演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哎，我看吼，你对这表演嘛最有兴趣对无？无安尼啦，咱两个人吼来做一下配合，看是要做这个恒春姊妹花舞啊，啊是要做这个黑社会辣妹，啊是要做这个吼大小。 哎呀，小巷对即摆无时行啦，我来讲啦，人林辉啊是做老师吼，今仔是玉女弃子路线，甲你即种吼庙口走唱的无共款，无共款。哎，你是莫看袂起走唱的哦，人江辉较早嘛是为走唱开始的呢，即摆嘛是天后啊，搁连小巨蛋做表演呢。哎，做老师哦，较歹趁啊。啊，借问一下吼，啊江辉吼，敢有一百公斤啊？搁再讲啦，啊做老师是要趁好名声呢。 查某囡仔吼，有好名声就好嫁，有好嫁就好命，这是林辉爸爸讲的。林辉吼，若感觉做老师好命，我就给伊做老师；，若吼感觉做导游好命，我就给伊做导游。阿姨若嫁别人较好命。哎呀，无别人啦，干那我一个人。哎，你行不平啊啦，迄边是舞台啦。哦，行行行行行行行。哎，三宝，你这是。 我哩刚挂倒吼，阿爸妈小刀我才打电话哩。哎，你，真的？哇，坐一只快，甲平常时都无同款呢。当然的啊。虽然都无无好，也唔过安尼嘛叫做浪漫就水啊。对，确实足水。 是我头一届骑游览车顶的。哦，我三不五时拢也爬起来。看风景哦。洗车。啊，火车？什么火车？洗车啦。哦。我们公司的司机吼，啊，规天开车，哦，转来哦，听到都要腰气。我看因大家拢有某计要照顾，我就叫因先转去，我替因洗车。到当时啊，我目屎到吼，特别闪着油，所以有当时啊，我就规气吼。 都会车顶，半星星。安尼听起来足浪漫的啊！足浪漫的，什么足浪漫？忝到会困去。唉，恁爸爸吼，这是我家己人嘴花啦，伊是我真辛苦，伊拢唔知影，真正是做到老歌，风险啊老大。 对啦，你妈咧讲啦，是我较歹势啦，要约你出来佚佗，我用头走的。林辉，虽然即摆吼恁爸反对咱做伙，也毋过我会向大海报警。你妈有甲伊去冲突啦？我袂甲伊去冲突啦。你要向伊报警，你伫冤家啊！ 喂，大海，哦，林辉，你听清楚哦，我王三宝向这片大海保证，我一定认真打拼，让林辉在大海看得起我。 爸，我若真正要别人会较好命，你敢会照我？啊！我对你的心哦，亲像日头同款，红滚滚烧滚滚，所以你的心袂当出海水遐尔冰啊，啊若无吼，出日头落山呢？ 不着水，会落花。啊，不过我真正唔知影，我会用家己斗相共吃。哎呦，莫想遮尔多啦，以后路阁足长个啦。无安尼啦。
我即马甲你跳一支舞吼，以后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，不管是顺利还是困难，咱拢做伙来跳一支舞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放心啦，不是跳一舞啦，来啦来啦，起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对啦，舞啦，足够水的呢，来来，你做来做吼。小三只熊，走在森林里，熊爸爸、熊妈妈、熊宝宝，熊爸爸非常胖，熊妈妈很苗条，熊宝宝很可爱，三只小熊，永远念相啊。你来找我头亏啦！阮老伙仔刚出出入入的人遐尼济啦，凊彩一个人就咧讲五天事的代志，我有可能唔知影。那顶多是你，学校有一个临时的课，唔免报起哩，你也无甲我讲，搁咧怪我。我就是无爱让你替丽云小姑引这个头路，唔才无甲你讲啊。我也无拜托你啊，嘛无叫你拜托恁校长啊。我是家己去拜托议员，安尼敢袂用？你去拜托议员，害我去用阮校长洗面啊！你安尼叫我以后是要安怎在校港徛起啦？喂，你逐项代志拢敢若想着你家己，你敢袂用替别人少想一下哈？你敢知影？我替丽芬小姑引这个头路，丽芬在亲家那边哦，会加偌好做人诶，爸妈会加偌放心诶。你哦，头壳顶空空诶，敢讲你心肝也顶空空？萱萱，你要走？去同学家读书。你顶暝读到半暝啊，一点才回来，啊，这个是要读到几点？我出去吃饭。你安尼吵吵吵，吵到几点啊？好啦，我随来煮啊。你讲什么理由啦？你关门，唔免遐大声啦！哎，天明啊，咱这礼拜吼啊，三部游览车较无入来咧，啊，店内生意吼，加减有较差，你嘛留意家了解一下。看嘛，是毋是因个游览车的线路无对咱店的经过，也是有其他的原因的啊？哎，一定三宝超过伊的啦！你无爱和伊甲林飞见面啊？伊就超过伊吼，甲游览车吼走较少逝的，伊要点你一个啊？应该是唔敢才对啦吼！啊，三宝啊，那底下游水济少都爱看咱的头面呢啊！和尚啊，我是感觉讲吼。咱看三宝食钱嘛，毋是办法啦，一定要家己人客面，袂阁靠遐游览车啦。无，老咱开你即款的店哦，啊，无游览车是要做啥生意啦？对吧？咱哦，应该高速公路的休息站给它标下来，底下做生意，安尼哦，就袂阁靠三宝刁啊啦。你唔通食饱就活腰啦，啊？爸，我详细考虑过啦，咱要甲三宝合作。别人嘛想要甲三宝做生意，顶届我就看到咸生地迄区的吼去找三宝啦，无听到三宝即马游览车已经归位伊遐去啊。我伫咧东卡手，你哪无甲我讲啦？啊，甲你讲嘛无路用啊，开咖啡厂吼力度较重的，啊三宝游览车要走伊遐去，咱嘛无法度啊。即马上根本的吼，就先甲三宝等好你啦，家己做家己的生意啦。这不是一两天的代志啦。咱的店哦，还得靠游览车在做生意咧。三宝这条线袂用你断啦，爸。啊这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咱卖讲这有诶无诶啦。游览车的人客咱来顾咧，哦，其他拢免讲，知无？啊？好啦好啦，
你若真坚持哦，我来处理啦。老板，应该是我给你加掉了。来，拎起来。哎，老板，今仔日和你开这摊，我唔知有什么技巧。是安尼啦，三宝游览车吼，啊，搁有阮家的猪脚店，嘛已经配合过两年啦。哦，好。可是讲吼，你若是想要找人配合哦，你会用找别间游览车公司，还是讲吼？七八个坑沟啊，安尼较袂有三宝歹做人啊。林老板啊，啊是三宝啊歹做人，啊当然不是你歹做人啦，啊你是伫咧经营啥物啦？哟，老板啊，做人爱知影怎吃亏啦。林老板。这个我知影啦，啊，到白白地做生意哦，你嘛知影讲，咱拢爱去哦游览车公司拜访一下啊，啊那无，人家误会哦，是咱看伊无去呢，对不？无代志，无代志啦，来来来，拎一杯，来啦来啦，拎一杯啦，我给你，回答。来来来，搁停搁停哈，来。无代志啦吼，莫想遐多。你找你，多谢你啊。材料材料，来来来，笑笑笑，来来来来。妈。哎，干嘛？啊，你想清楚阿奶，你干嘛倒卖猪脚哟？无啦，我一个客户真爱食猪脚，所以我等下摕两碗猪脚来拜访伊啊。吼，我就是讲你是要转来做厝内生理嘞。猪脚都唔是免钱个，是我的啦。那下到呀？爸。爸，哎，建龙啊，看你爱画只猪脚哦，做你提议啦，啊。喂。哎，这条细条剩我的好。来，买买买买，对吧？来来。嘿嘿嘿，哎你。建宏和人拍，都无半个人吼，过去村脚插手啦。啊，
隔壁是安怎啊？把个囝死未了。啊，我就是安尼，菜刀杀你就冲我去，啊，无你是要安怎？要家遐唔食，因安尼剁脚剁手，餐就剁地下安尼，你哪会欢喜？我是咧讲革命迄边呢，无半撇个爱唱秋，敢咧外口咧了代志，就卖币转来厝，叫小麦佫敢讲做老满，韩建宏啊为着伊啊，食足侪拳头母的呢。啊，迄阵人都安尼怪爸爸，啊，唔知头唔知尾，啊，弄入来都乌白乱分。也唔知讲是倒一角事的啊，啊是是讲你嘛是咧足不懂的哈，啊规嘴合嘴，啊都牵拖对建明也去。谁咧牵拖？在咱家除了伊以外，谁做过兄弟哈？靠腰啊！你别跑大声哦！今仔日哦，爱我讲煞，才轮到你讲。妈，卖个包冤家啦！我才无咧甲伊冤家咧。我是要甲隔壁迄口臭的本家，本家兄弟都变厝边啦。啊好厝边哦，较赢亲兄弟了。大海，今仔个建宏，予人拍无死，迄是我福积的呢。我替皮甲烧真侪好香，做真侪好代，唔只有遮尼好运。啊，不过隔壁迄口臭清歹空，会甲我带衰。为今仔开始碰大海底卡分，那是要分啥？分前卡后卡，也是要分正卡倒卡，啊？分两边啊，分店我这边，分店面那边，啊，个人财个人的扛棒，谁人管谁人的小铺，生意做多做少，那是靠家己的本事，若有老毛来讲店。受伤的高牛屎，死的家己呆，迄嘛是因家的代志，甲阮一边无关系。啊，你讲煞未？煞，欠当因啊，分财产。分财产？除非甲我剁在两边啦，分什么财产？啊，你唔，无要紧啊，我去隔壁迄口灶甲因理论啊，看今仔日哦，建华一身苦伤。是因要拿医药费，还是要叫遐兄弟转来甲我回较清楚的？拜托啊，你是要倒啦？别人伫乱无够，啊，家己人是乱来斗的哦。我才无爱甲伊去靠财做伙做生意嘞，因有名哦，甲人咧冤家，我才无迄个名甲伊配啦。哎，拳头母也无生目睭啊啦，我看我规气甲伊分分的啊规气啦。哎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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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嘛莫安尼，我拜托一个。我来问我清楚才讲啦，安尼唔就好啊。哦，等你哦。照你安尼讲，遐个人拢是区委叫来哦。对唔对啊？啊，你走去甲区委呛声是要创啥啦？啊！你唔叫我甲游览车人家顾好，可以来打咱地头，我当然嘛叫伊较杂杂的啊！我叫你去做生意啦，唔是叫你甲人大细声啦。我若无甲拗落底，到尾啊，一定是摕搁较侪空箱吼，予游览车遐牵狗啊，利润拢去予因输打去啊！啊，咱是要趁啥？到底是你安怎？啊！啊，这代志拢讲到全理由。是安怎？要做流氓？做流氓你都唔能回来，莫甲我顾店。爸，建明嘛是为了咱家的生理啊，伊去用拍，已经一口气伫遐吞袂落去啊，你莫阁骂伊啊啦。哦，要若你讲起来，我唔得爱甲恁人学落呢吼。爸，大叔讲了真对啊。大兄嘛是为着咱家的生理，我想你是关心伊，不是咧怪伊吼。建明啊，恁爸伊也不是咧骂你啦，伊是惊讲哦，你甲冤家相拍去用伤着。啊，店的生理哦，咱会做就做，啊，未做就莫做啊，那就讲计冤仇啦。你唔知影爸讲的意思啊？伊替建宏来骂我的啦。这十几年来。我伫遐赚钱，予建宏开面镜，
伊替我去用拍鬼的，敢无应该？靠呀！是安怎？我跟你讲店内的代志，你看看你小弟遐去，未堪要顾店，未堪要顾店，以后我店内的代志，卖跟我插。嗯，店是建明的呢，你叫伊卖插，啊不是谁要插？建明，行啦，行啦。这间店哦，那不是建明在靠生意，你猪脚肉搁较好吃，无人会找你买啦。哦，你即摆意思唔着讲我爱甲水多些呢？啊？伊小弟替伊生遐尼济群查某，伊搁讲这款的话？爸，你一定爱甲妈甲离开，你才欢喜。林辉啊，跟我来看你弟啊。哦。管吼，我乌青已经非常有效的，小等健康啊，身躯洗好，你才甲推推的。啊，多谢大姨。多谢。较戆的嘛，知影去看医生，嘛唔甘愿抹药啊。嗯。对啊，大姐啊，啊你摕这罐药洗，啊抹落，肯定袂碍啊。嗯。春丽啊，咱店的生意好，人外口的人吼，看甲目空赤。安尼哦，找甲店的来闹代志，啊，外人闹都闹啊，咱家己人哦都爱较好个。家庭若袂好，连食水都无啊啦，搁想要分财产哦。哎呦，我敢有讲啥？王建宏替恁建明宏拍甲规身躯乌青结血，我敢有叫恁建明啊挂一块牌来还啊？啊，搭建明哦，让因爸妈妈较足委屈啊。我是要安怎你才会得？哦，我哪讲要安怎？你敢有才调？敢应？嗯？无迄个才调吼，就免问啦。回到今仔日的代志哦，有人会负责去调啊。你莫听我妈讲遐有话无呀，我不要紧啊，你免烦恼。食着咱迪卡呢？哎呦，安尼足好个啊，足好个啊！你若倒来也食会着嘞吼，话国内话安尼拢用你做得着啦。这电脑足方便个啊！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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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。安尼用个不？用哩，用哩，好。哈哈哈！足够嘞，足够。今仔食了会合袂？哎呦，足好食嘞！明仔过来啊！好，多谢你，多谢，多谢。我问你哦，爸伫咧店内用一个包装机。我哪会知影？
进前咱店的吼，伫做真空包装啊，啊卖了袂歹滴啊，一挂人客吼，啊吃了伫咧学咯，搁敲电话来订。啊，我伫咧想讲吼，啊即马外口经济遐歹啊，生意歹做咩？啊，大家搁遐尼竞争滴的吼，无唔对啦。啊，咱店头的生意有影袂歹，要唔过恁爱知影呢？啊，游览车呐，雄雄咧说一个过吼，游览客呐，无要入来咱店头吼，安尼咱大家都爱下巴肚啊啦。啊，我伫咧想讲吼，真拄好即个离婚啊，进前捌伫银行遐食头路啊，啊伊也捌处理过迄个啥物网络银行的哦，诶对啊，啊伊有熟悉一挂吼耍电脑的朋友啊，我有伫咧甲拜托啦，叫伊去甲咱用一个啥物电脑网络啊，甲咱申请即个网络店铺，看是毋是会当发展即个卖地卡的通路啦。安尼真好啊，爸，你好聪明哦。爸，哎，网络店铺的代志啥物话？离婚啊！阿小嘞，网络店铺下巴处理啥物话？网络店铺哦，咱做的是国内国外，啊，加减拢会当着台币要换，即个美金啦、人民币、欧元啦，你还知影呢？这加减拢会牵扯到这外国币的代志吼。离婚那个内行，伊捌伫银行遐大过，互伊安尼吼收收咧算算吼，伊好势，捌搞好啊就好啊啦。这要哪会用的啦？万一离婚啊，这个过小，安尼谁会知影？嗯，啊店的钱唔是你收收啊，才搞好啊。我敢捌讲恁讨厌钱，啊恁伫遐烦恼离婚啊，是要创啥啦？哈？店的生意哦，现收现退，大家拢无尻川后话。啊，迄个什么网络店铺？迄钱拢原踮咧银行汇来汇去，是多是少吼，啥物人拢唔知影，安尼袂用你啦。都阿袂好个，你都惊人最惨，恁大家心不拢同款啦。价位会变多，价钱会变少，你空客安尼发落吼，唔对啦。我是要安怎做啦？啊？恁内面敢有人会用电脑网路？敢有人会晓处理银行的代志？无人会晓就莫做啊！啊，有一间店在趁钱就好啊！你唔免咧吃薄饼啊！对，我讲爸的想法无唔对啦。啊，即马都是要发展网络店铺，安尼才对得着时代啊！而且我再讲啊，啊，即马大兄为了厝内生意哦，往去外口安尼搞人跋烂，啊，卡出这网络店铺若做了真好，我想大兄就免遐辛苦啊。大姨、大嫂，无恁看安尼好不？迄网络店铺的生意，就我甲大嫂做伙来还啦。嗨，迄袂用的哦。离婚啊，我来讲哦。慧君的声头较大哦，那是伫咧店头咧画玲珑哦，迄是会用的啦。啊，不过要叫用电脑咧做生意，伊根本是外行嘛，啊外行就惊人骗啦。哎，尊者，你甲伊做伙咧画电脑。到时阵哦，伊嘛是会讲你咧甲骗，赶快话晒一大堆了。哪里都卖走啊！你是玩耍呗？啊！这是皮卡迪卡店呢，唔是行政院呢，都爱恁家李焕英通过才会用你做呢。但恁即嘛是安怎？啊，一人安尼一句来一句去，是要玩到当时才会煞啦。我哪个胡连文啊管都胡连文管。听我就对啊！爸，我着还袂讲到半句，你是不是应该听一下我的意见？讲啊！我好毕业了，会拍卖家己的事业。是你叫我转来做厝内生意，你甲我讲，讲厝内迄间店是我的，叫我好好啊拼。这句话，你应该要搁记的吼。阿姨在找大，在找家，那是恁顶年的代志，莫来牵扯啦，我无会讲啦。若讲到迄间店，你让阿姨在遐做工过，你发薪水，我当作员工，这我嘛无会讲，我拢无意见啦。啊，不过即马，你要让因管销，这我就袂牵扯哦。你莫袂记啊，迄间店是我的。无唔对啦。迄间店是你的，
也不是我给你的呢。我未去霸占你的财产啊！你的财产嘛是我倒赚的，你敢来咧找做生意，做作的，只能不靠别人，我无你戆呢。我就叫你听我讲，这个店头的客源一定要增加，咱厝内事业才会兴旺啊！啊是安怎奇怪呢？拢唔听我讲，啊你伫大细声！你少无让我管哦，我就相信你的话啦。你咪人银行用的吼，地卡店自然都是你的啦。你来知影，你唔通掠做讲店内人客拢是你开的哦。那无我这个老的吼，猪啊都是会飞啊，也摆无西厢啦，啊！老姐啊，你有听到吼？大海讲哦，迪卡用电脑来卖的代志，要交予阮丽芬来管哦。无钱，避免遐网络店铺是要创啥哈？你唔讲我也清楚啦，是村里啊土匪关小的对无？啊，你知哪就讲问啦，啊，煞唔知啊咧，村里啊伫咧早讲，地卡店要分做两间，我若将这个代志讲出来吼，见面一定找我俩讲，找村里啊拼命啦。所以你设一个网络店铺。啊，要让村里啊关销。哎呦，我跟你讲啦，电脑网络在卖地卡，只不过是靠村里啊踏出尔啦。啊，村里啊捌啥？捌电脑，伊捌一块好啦。我唔知你叫离婚啊关销，啊离婚的人就老是故意嘛，伊会照实报啦。这对建明讲来，无吃亏嘛。啊，啊建明，我唔敢甲伊呛白，就是安尼啦。你安尼做吼，根本就讲袂清楚啦。啊，建明应该袂相信讲，让离婚啊关销，离婚啊就袂吃偷。欸所以你做老母爱开破好听啊！建明心肝内在想啥？拄则已经讲甲真清楚啊！你若阁想要治这个囝，上好是莫阁变遐有诶无诶啦。当初是啊，人建明踮咧外口工作生理，是你共叫转来呢。啊，即马讲讲诶拢无准算，安尼敢对？嘿，啥物伫外口伫咧做老母，啥物做生理，讲啊遐尔好听，我会叫伊转来卖地卡，我是惊讲有一天啊，伊若落头落尾啊，命互人收去，都无采你伫咧生活伫咧请啦。唔知见笑，我讲啥物外口做生理，少死人只安尼。伊哪会伫咧外口做老母？敢毋是你反背我，去甲村里啊做伙？建明才无想要踮咧这间厝诶。你根本都无把建明这个囝放在心肝内，你根本都看伊无，所有的好康你拢淹在建龙遐去。哦，佮讲甲足好听，袂输你外欠建明同款。我甲你讲，建明这条命是我食刀仔肉甲救转来，唔是你用一间地下店哦，都应该救转来哦。拄才你骗上建明，佮讲下尾予村里阿管。啊！若建明硬心，啊搬搬出去，搁去行歹路，啊死狗！你是要去倒位找这个囝哈？我就是予建明激到，我才讲这款的话啦。啊，事实我跟你讲，网络伫咧卖地卡，对咱岛的事业有好无歹啊。啊，建明若是放北灯看，伊就知影我的苦心才对啦。是安那？啊，大房的是某囝，二房的都有心，啊？说我相约捉摸不定，其实你
始我就讲过啊，绝对袂用让伊入来去真教下。赵康若换久，就想要换校吧，真正更惊更着。人拢要逼你读到恁做头家啊，你阁是毋是伫遐做工课哦？你若无爱就莫做啊，莫伫遐细细念。你若爱趁唔开，你家己做。小宋，大爷，大爷，我早摆做啊，确实是引起你的怀疑，但我希望你能忍受看卖啊。我拢已经真清楚表达我家己的立场了，这厝内事业我根本就无想要接啊！啊，就这么离婚，这厝甲恁做工课，伊嘛是不得已的啊，伊袂永远留在这啦。你敢有法度脱离恁妈对你的束缚？会啊，但我需要一点仔时间。我想等我事业若较稳定了，我会带伊离开这。啊，不过我看到的是，你的事业，那一点仔都无进展。颠倒，逐天受胖受胖，想不到花底卡店的笑吧？大兄，我唔是迄种唔知好歹的人。这十几年来，你伫厝诶，你常常啊做工课，你趁钱互我读册咧，这代志我拢放在心内啊。无唔对啦，自细汉到大汉哦，咱两个真少耍斗阵。啊，我伫我心内，我同款尊敬你是我的大兄。啊，像我结婚的时阵，你替我看物件拜天公。包括离婚要回来的时阵，你阁不要轻率的，这代志我拢感谢在心内咧。你无需要摸我的头壳，今仔日我已经当大家面头前，甲代志讲好清楚啊。导游陪你问的呢，要唔导游对啊，卖甲我拍照。这句话，你包顶去大理领导的大门，大刚出嚟台话，卖甲我袂记啊。大兄，大兄。一定要增加，咱厝内事业才会兴旺啊！啊是安怎奇怪呢？拢唔听我讲，啊你伫大细声！你煞无让我管哦，我就相信你的话啦。你明仔日其他两点哦，猪脚店自然就是你的啦。若无啊，这个老的吼，猪啊都是会飞啊，也摆无西厢啦啊！唱歌最好听的，先唱不要继续唱。哎呀，爱两声，中开有开就好啊。啊，我这个高声去吃哦，爱了上久啊，我惊伊吓惊着伊啦。没啦，你是我偶像呢。那继续唱。慢啦，明伟啊，就算讲哦，好爸爸你唱到天光啦，爸爸心肝痛哦，这个家人。甘愿逃未开。哎呀，爸！恁大兄建明啊，较早伫做老毛，我甲苦转来卖地家，安尼我敢唔对？啊，建龙认真读书咩？啊，我甲培养甲识书，无爱互伊踮厝内面擘这个油醋，安尼我嘛无唔对啊。啊！恁阿姨都伫起笑啦，讲什么要分店啦？我唔知拜托你离所的朋友，伫用什么网络店铺？啊，有影网络店铺安尼用落生意袂歹滴个啊！我就安生讲，恁大兄若真正要接爸爸这个事业滴哦，这对伊来足大个帮助滴个嘛，对唔对？哪会知影讲这代志哦？那恁拢总安尼斗斗做伙啊，拢唔对去啊呢？你无唔对，爸。大兄甲大嫂根本就无把阿姨当作是厝内面的人，阿姨嘛唔相信，哪会把伊当作是家己人啊？这是根本的问题，唔是你的唔对，是我的唔对啦。
当初我不应该去反背恁妈妈，搁娶恁阿姨咧，这是根本的问题。世间哦，上戆的都是娶两个某来相骂，啊，世间啊上惨的都是生两个囝来冤家。啊！恁老爸拄好对当对当，那袂输伫钓骆驼哩，啊，落钓。啊，唔多我家在，无你这查某囝吼，通我外面能过啊。啊，若无哦，亲家恁爸爸是下到第四囝，有话无得讲啊！啊。好啦，恁若是有啥物苦衷，我再来和你斗。嗯？哎呀，唔通咯，唔通咯，查某囝骨较友好吼。你讲爱叫别人啊，对唔对？啊，你有好后头做，这是有限的啦。你莫和我嫁出去就好啊。啊，你讲安尼啦，那会对哈？我安尼哦，用心计较啊，看你会当做老师无？啊，做老师就会当好名声，啊，好名声就会当予人好印象，好印象就会当找到好对象，对唔？哦，啊后日啊你嫁唔知嫁着好诶，啊那你讲无爱嫁吼，安尼，顶多给我烦恼嘛，啊。我知影，我是甲你讲算笑诶啦。啊。好啦，你笑一个嘛，莫搁我嘟嘟啊。嘿嘿嘿嘿嘿嘿。